大学时将要开学了，真侪已经是大学生的家父里，还搁咧烦恼学费甲生活费。河滨警察志工协进会甲河滨县苗族神会，为着要好遮囡仔唔免烦恼钱的问题，是共同捐助将近60,000元的助学金，予29个家父高中生甲大学生，希望伊会当早日翻转人生，将来有机会嘛会当回馈予有需要的人。大会一开始就由警察志工协进会的义工队劳力入场。河滨警察志工协进会理事长陈春祥表示，希望这囡仔在日后有所成就的时阵，买当收到今仔日接受的帮助，并且在有能力的时阵回馈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今天呢，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联谊餐会，是我们的中秋联谊餐会。那这是我们志工所期待的一个餐会。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许多的家父儿童来一同来参加我们这个餐会，大家一同来庆祝中秋节，来一同喜乐。那我今天打扮这身服装呢，是最主要是也是讨个喜气，能够让我们大家能够丰衣足食，能够过得好日子，同时也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来度过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那我们为了举办这个餐会，我们所有的志工也都动了起来，由我们的廖慧书秘书长来带领了所有的志工来练习相当多的精彩的节目，在我们等下晚宴的时候来一一的来呈现，希望大家能够度过这个很美好的餐会。中华家父中心高级专员林满丽表示，河滨警察志工协进会甲河滨县苗族神会这年来辅助家父里，在因人生的路上给因帮助，或者囡仔会当翻转人生。分享感谢彰化县和美警察志工协进会赞助38,000的奖助学金，以及我们和美玄妙慈善会赞助20,000元的奖助学金。那今天我们邀请了我们彰化家福中心优秀的大专生29名，今天来这边接受我们的捐赠奖助学金的活动。那也感谢协会的部分赞助，就是除了赞助奖助学金，还邀请我们的大专生来这边享用晚餐。在学业上努力是这些囡仔会当脱贫的主要道路。家父中心今年在社会各界的全力协助之下，补助了资源缺口。家父中心也呼吁大家持续协助这些囡仔，做伙提升台湾社会的力量。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何碧、彩虹报道。